有的士司机常在召唤的士网上预约平台截图，只有乘客召的士由港铁坑口站去到九龙湾，然而就在备注加上超奇怪的要求，我想含令他质疑不够大是不是不可以接这支 order。 截图引来网民热议，亦都有人自称接过这单的司机，话见过客人真身，但慎重服啊。